评价时尚兴起，即看即买成趋势。时尚革命一波接一波，街头次文化也准备以生活风格、创意态度为武器来一场逆袭。本周的风时尚整理出街头时尚三大风格，就连 G-Dragon、蔡琳都为之疯狂呢。山本耀司曾说，还有什么比穿戴的规规矩矩更让人厌烦呢？街头时尚优势，透过多层次混搭，可凸显穿搭技巧及不羁感。大胆的将高彩度色系、夸张单品放在身上，散发出的街头硬派风存在感十足。街头时尚中最不可或缺的元素非丹宁莫属，除了是青春的象征，与任何风格单品也都能轻易结合。初学者搭配卡通 T 恤是安全牌，但下身搭配具有设计感的裙装则让人眼睛一亮。但今夏最建议破洞牛仔裤搭配性感网袜，街头潮味与欧美时尚一次兼顾。说运动时尚是从街头发迹的，一点都不为过，穿上街也不显违和。近来运动鞋的设计也越来越高端，获得许多艺人的青睐。记得学学佩姐、蔡依林一样，选择一双话题性的运动鞋款，踩上街轻松，也轻易赢得他人目光。